小伙子，你先掉了。哦，谢谢阿姨啊。不用谢，下次注意点。哎，好嘞。 阿姨啊，哎，你怎么在停车场卖菜呢？我想没有摊位，就在这里摆一摆。阿姨，那您的注意安全啊，这里车多。好嘞。来，这一摆您拿着吧。不用了，小伙子。哎，阿姨，您听我的，要不是您帮我捡到的话，我的四百不都没了吗？不用不用。妈，给你就拿着呗，我看这位哥也不差钱，谢谢哥。阿姨，这是你的女儿吧？好，谢谢阿姨啊。拿点钱来。 一张小饭桌，就这么点钱，我先蹦迪都不够，再拿点来，快点！快点啦！闺女，我现在老了，挣不到钱的，你省着点花。哎呀，行啦，知道啦，留点给你。哟，好蠢呐！哎，帅哥，送我一程呗。你要去哪里啊？蹦迪呀。要不要一起？我的小姐妹可漂亮了。 你刚才找你老母亲要钱，就是为了去蹦迪吗？对啊。那你有工作吗？没有啊。那你晚上蹦完迪是不是还要去吃夜宵？是啊，必须。来，干嘛呀？你看看你母亲，看到了吗？你每天想着出去开心快乐的时候，你没有想过你母亲在干什么？月儿明风儿轻，可是。 你每天吃香喝辣，你有没有想过你母亲在吃什么？她在吃馒头。你看见了吗？大冷天的，你母亲在这里卖菜，就为了你蹦迪的钱吗？美女，父母永远都不欠我们任何的东西，但是我们欠她的，永远都还不完。丫头，你怎么又来了？妈，我不去了，我给你卖完菜，你马上就走。阿姨啊。哎。 你的女儿呀，她是个懂事的女儿，你这样吧，你这些菜我都给你买了。谢谢啊。刚刚听说你要去找工作，你可以上五八同城去看一看，里面有很多包吃包住的大公司职位。你这么年轻漂亮，学东西很快，很快就能找到你适合的工作的。好的。阿姨啊，从明天开始你就别在这里卖菜了，前面有个饭店，我是那里的房东。 你们啊，以后就把这些菜啊送到那个饭店的厨房就行了。小伙子，谢谢你啊。阿姨，也祝你身体健康，那我就先走了。